OK， 大家好啊！作为一名女巫玩家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求生者牵起来挂。老逼灯。作为一名女巫玩家，我的信徒这么多，所以在遇到像前锋这类求生者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用担心前锋。我们的信徒这么多，根本不用担心前锋会。前锋你他妈！我操！我们都知道闪现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，万一闪空了，操！我的意思是，万一闪空，操！好的，那么闪现我们先不讲了。眼前这个上挂飞的记者，我们必须要给他。第五人格电车哥哥，我真是日。起飞，非要指望牛仔这个救人味儿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都1145、1144年代了，怎么还会有人被女巫震慑啊？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，小女孩已经残了，接下来我只需要原生系统跟上，本体放狗，小女孩就死了。嘿嘿，我你干嘛？妈了个，谁啊？昆虫来了！哎，你这么走，要跟我撞脸喽？黑手。你要上车？你是不是要上车？你上不上？等会儿，我感觉他要坐车啊，我试探一下，我直接寄生。我原生信徒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去二站等你了，你坐不坐？哎，坐了。OK， 那么来了啊，老弟。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？牛逼，你什么走位？走大空地白给一刀是吧？还不走，还走这个空地？哎呦，为了捡圈啊！您吃一刀来捡圈，哎，背后故事竟令人暖心。怎么回事啊？离开二度，死心不改，就喜欢走空地。怎么说？你救不救？你还捏这个球？哎，我不打。哎，我假装打。我走过来，我又走过来了。哎，我又不打。我假装走过来。哎，我又不走。我又来。我闪现空了。你有飞轮吗？你飞破轮儿，好。死。把求生者打倒之后呢，别忘了把女儿身上的火也灭一灭。啊，我只借一个隔窗雕，打倒。哎，记者好像上挂飞吧？哎，我先不挂，等会儿这边摇下来了，要不让他先摇吧？让他摇下来，我再重新打倒就好了。哎，剩下的机子应该开不了，没事再打倒。然后我们就再重新挂准备。哎，下播，勘探员人呢？找不到了，我靠！勘探员人呢？完了呀，这勘探员去哪了？怎么看不到了呀？我要不给他点个赞吧。嗨，还是觉得我没看到吗？哎，还敢回来捡护腕？拉拉上大房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前后包夹之势。原生那边堵着，这边直接寄生继续追。还翻吗？你翻不翻？你翻出去了还敢继续走吗？继续走，往那边走啊！哎，你看，前有狼后有虎，拉拉阁下，请问该如何应对？哎呀，盲女少侠，好手速啊！你要死啦！我一刀斩了，我直接一个闪现，我靠飞轮，我血里头过百换血，牛逼！厉不厉害？我靠你这个烧猪！我再打，哎，我靠你这头猪，还好打到了。你还拱，你真是还好好好，刚好时间结束了。这个地方你要是被我拦到打一刀，你就别想救人了，作曲家。接下来我切原声，直接就是，直接就是打死作曲家啊！不多逼逼，这边打死囚徒，然后发现，哎，这心理学家干什么？想扛刀吗？这是要啊！我一会儿让你扛个够，跳不跳？哎，你不跳，不跳，我直接出刀。哎呦，打完之后还跳下来，跟你妈逼傻逼他妈的无脑冲！我那边还有个原生信徒呢，你就这么直接走过去吗？你确定吗？你这么救得到吗？你这要是救起来，我当场，哎，你这逆天呢，这直接就这么白给三刀。你要往前走吗？不走，直接盲打一刀。啊，你要不要吸到了？我靠，偷走这里打我子哥是吧？你这好，哎呀，好贱呐！你要小心被古董商打，所以我们要拉扯一下。哎，我打又不打，我打又不打，哎，拉扯了，拉扯麻了。
继续拉扯，你要不要打？你不能，你要死了，你再打不打？你打吧，哎，好吧，你再打，你就问是再打，你大空地啊，你打有用吗？你废轮有用吗？破轮，你竟然对我这么好，挂你家是吧？哇，抓到一只野生的看，哎，我落地雕还打到你护腕了，我靠，还是我操，最后卡头皮救到了，我操，怎么来打团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直接闪现一刀，我假装挂佣兵，实则我直接吸星大法吸，我靠，没吸到，听着声音戒指要压好了呀，我靠，被人偷下去偷人了，你救不救？不救那就好，戒指不会要亮了吧？没亮，亮慢了，我没打到，但是他也没救到，这时候大门还可以再守一波，不知道佣兵要不要下来救啊？佣兵要下去救，你下来救，你没搏命的，你下来救。死你给我，我靠，佣兵这波护腕弹得非常好啊，满分十分的话会一万分，直接三个全死 DS， 这大巨顶已经升负一分了呀，准备马上再切另一个线路，看看大门那边开得如何了。哎，魔术师你不敢开，去开了怎么不开呢？现在手上你没道具，只剩一个飞轮，我看你现在怎么溜了，要不选择飞轮去马去，还是选择翻枪，但我感觉你现在很紧张，这边做的不叫不太行啊，一包直接拿下。什么？你居然都看到这了？那你别忘了结尾还有彩蛋哦。当然，要是能给本期视频留下一个免费的赞赞和投个硬币，那就太好了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这对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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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重要。勇敢勇敢